我叫 Andy 啊，李燕文啦，我而家喺南涌鄭屋村呢度，就喺呢度長大嘅。自己係客家人，非常幸運認識到我師父李天來師父，學呢一門功夫。呢門功夫叫東江周家螳螂拳，都學咗有十年。咁啊，呢套拳咧就特點咧係速度快，個力度同埋夠狠。呢門功夫佢個精華，越俾多時間，俾多心機落去，佢嗰啲威力、潛力先至可以發揮到出嚟嘅。一世人係絕對學唔曬嘅，我都想繼續去認識。咁啊，呢門功夫絕對值得一代接一代咧保存。Hello， 我是 Celia， 大家叫我私人嘅。我本身是一個攝影師啦，咁同埋都係一個作者。呢一度咧就係南涌嘅鄭家村。我覺得就原來有好多個好靚嘅景，大自然嘅又有，一啲係好破舊，可能已經搬走咗嘅一啲舊都有。咁啊喺攝影嘅角度，同埋喺欣賞東江周家螳螂拳，結合咗喺呢個村嗰個畫面咧，我覺得都幾 dramatic。 我咧就不嬲好中意睇電影嘅，所以今次都想影到一啲已經感比較重啲嘅武術感覺。